实现我们共有的梦想。等法院台中分院，在现代国家中，政府订定法律保障人们的基本权利，而法院则是协助人民。建设的脚步，就你斗阵行。交通、医疗、科技、甲教育，疼惜咱的乡土，给咱的囡仔一个更加好的未来。嘉义县政府诚恳邀请您做伙来建设。台中丰富快百年了。台中丰富一百年是。台中公园100周年了。让时间停止，让历史迷人。台中公园100岁了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庆祝。